胡说啊。嗯。第一，检查热变形所附带配件。第一，电源线，你转吧。你是不是得指着指着？你给。第二，通信连接线。砝码。进来以后，检查，这个。接通电源，上电运行。做一次检查。对排风扇和搅拌机进行检查。下面进行板卡的安装。首先把放大板电源连好，以及连接线。讲 PTI 吧，它是 PTI 插槽。用螺钉固定。
掉进去了。连接配件。另一条线，好，项目连接完成。检查连接正常，然后就做实验。行吧。然后再一直做实验。
演示一个作为卡的一个做热变形。然后运行软件，点击插入设置，选择维卡或者软件，以维卡转换点实现做那个证明，然后升温速度选120，质量长宽高，这只有机甲实验。温度的上限再修改，是否需要恒温常温时间？方法选择，计算，确定，调整明点。然后我们挪这边来，挪这边来照探测那边，然后挪。调整完成，点击确定。那张志，前面2.5这个有限号吗？估计找咱们。哎呦，没上号。那我怎么一到了什么玩意儿都怎么都老没有没有？不是他把咱也没限号。快，做快。快做快，我问你呢。